今天你们将会有一个厨艺大比拼，嗯，你们要在20分钟以内完成一碗快熟面，但是一定要利用指定食材午餐肉，还有桌上任何三个食材。然后等一下我们有一位特别嘉宾来当评审，他将会以创意、卖相和味道来评分。一定要用三个吗？可以只用一个吗？不可以，一定要用到三个。石头剪刀布，他输，最后一个。还有这样的，不是石头剪刀布。我刚刚选四个，可是我只能用三个。That means 一个我们不可以要三个。Oh no！ 完了。这个。这个一定要这个。你不要贪心，我跟你讲，你太贪心了，完全不留后路。我留下多少巧克力给你们，多好呢。现在你们两位哦，你们可以轮流选一个 ，so start with 选项。OK。哦，他选一个，我选一个。Yes。OK。你选什么？呀。你大概已经想了几个？我选 C 位。我不懂我要做什么，真的，我只是来这随便拿而已，不要以为我好像来很有一个计划这样。你以为还是 protein？ 完全立刻。Wow, mine looks promising already. Don't know what to do with the luncheon meat. Gun. Oh, 很香。什么东西这么香？哦，是我的。哎呀，不要脸。啊！跳进去了。整片才好吃吗？还有14分钟。啊！呀，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油炸嘞，这个人。是。被剪刀小心。哦 ，I'm scared。我这么厉害了吗？哇哇哇！啊！看起来很厉害耶。啊，很厉害哦，看起来。啊！我也其实也被那个火吓到吧。我惊讶。弄了，一定要把这个水分滴干，不然它就不是干了。多久啊？知道吧？1分钟。我本身是比较喜欢这种有点烤焦烤焦的感觉，因为午餐肉如果没有这种硬硬的烤焦的感觉，它吃起来像像肥肉的感觉这样子，所以我不喜欢。大功告成，我们没有什么巴西啊，青色的有没有巴西？好了，这是什么？怎么还有配菜的？这些全部在那边的， yeah。 你看后面还有。哎，你叫什么？你这个叫什么 ？Deep Deep Love。你是戏剧本里面的嘞。所以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评审 Chef。耶！你好。给来第一位徐冰，请上菜。请上菜。好。这个叫十面埋伏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它被围起来了。那个面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吸增到。我不要放太多吸增力，因为不太健康。然后配点午餐肉，它是有点 一面煎硬一点，一面比较软的，就特别功夫要特别好。到位。这就是忘记翻过来，所以才一面比较焦一点。还可以吗？好吃。真的吗？嗯、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。真的没有。它面虽然有点淡，可是呢，因为。那个紫菜拌进去之后就好了，那个 tuna 它煎了之后会脆脆的，然后再加上这边一面脆一面软，
有一个口感的一个差别这样子。虽然特别这样子做的，所以有一点特别。你要不要国际挖？没有。Chef 聊，请说。这道菜叫三条的爱 ，OK？、嗯、因为呢，大家都叫我三条，因为我是三条，然后我就给你三条美意米。是三条不熟的美意米。哎，说的完全不熟，我炸到金黄了 ，OK？ 然后这个呢，你看啊。还有一个 C， C 就是我的名字。我帮你呢。没有，我觉得好像这个用手会比较方便。OK。可是那这个，你不要忽略它这个唯一的一小片。哎呦，说你。可以。OK。啊。甜甜鲜鲜的。嗯。我有点害怕。我没有出来。是我是在想。表情，我们很清楚，因为我们拍戏的时候，好吃不好吃，他的表情会马上显露出来。不好吃！屁！你刚才的那个表情是，怎么会煮到这样子？有水吗？不要水。你们水吗？请救一下我们的评审好不好 ？OK， 没有 ，it's not 难吃啦，我是觉得说，在处理的过程中可以再好一点。Yeah. It's a very good concept.Right. 我的这个叫做内有乾坤啊，内有乾坤，原因是里面因为我有四个 ingredient， 所以外面是两个，在面的底层呢有两个，里面的其中一个 ingredient 呢也是 kimchi， 所以我叫它 Kim Chenpura 啊 ，kimchi lanchen Singapura， 因为我觉得这有点像韩式又像新加坡的那个 fusion， yes， 我们要挖到，哦，是故意。烤到干干脆脆的感觉，然后下面是炒了 kimchi 和玉米。现在看得很紧张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会是这个。我觉得很好吃，因为它就是那种 kimchi 的味道刚刚好，然后它的面没有煮得太烂，所以呢还是有那种嚼劲在里面。对对，所以就没有。然后上面有一层 cheese， 然后我用拍戏的一个 method 把那个盖子让那个 cheese melt 一点点。果然有学到。好，所以呢。厉害了哦，听起来好像零秒哦。对。哇，很好吃。真的。假真的。又帅又会煮哎。我现在要总结一下那个分数啊，创意徐冰七分，卖相七分，味道八分。哇。总分22分。哇。That's good。选挑嘞。创意八分，卖相七分，啊，这样才七分，这么漂亮！重点来了，快点听，重点。味道五分。OK 啦，至少我有八，总分20分。Chef Romeo， 对不起你。创意七分，卖相七分。然后味道也是七分，总分。徐冰，看到没有，真正的厨 Chef Ray 在这里。不相信。要不要再吃一次看看？要配那个，要配全部的东西，不可以只是单吃面而已啦。你这个五香肉切太厚了，很难煎的，你要相信我。OK， 切薄一点就是要设计，这是我的设计。恭喜徐冰。耶！谢谢。最低分的选到你的惩罚哦，就是你要负责洗所有的碗。哦，是跟剧情里面完全一样。还好你没有讲，我是要吃了我自己煮的。OK， 我洗。OK， 然后另外两位演员可以，还有 Chef Leon 可以收工了。谢谢大家。谢谢 Chef Leon。谢谢我真的买个洗碗，我就一直在看到人家的口水。这个洗不掉，一定这个碗我们就丢掉吧。来，今天开始。
请多多支持遇见你真香。